高律师，这位女士要找您。进来吧。你先坐会儿啊。婉芊芊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都……我呀，高俊，你不认识啊？我就是比以前瘦了那么几十斤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我不是那天还……啊，你倒是一点没变，就是比上学那会儿还瘦。你上学那会儿脸圆圆的，我一回过头去，就看到一个长着圆团团脸的小女生。哎，这。您能给我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和律师执照吗？可以啊，你等一下，律师证。我这么大一个事务所，你还怕我是个假律师啊？来，给你检查检查。给。什么证？身份证。